原标题一组罕见老照片，带你走进1870年的印度尼西亚。印度尼西亚全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，印度尼西亚一词源出于希腊文的印度和 Lucis 各岛，意为印度各岛。印度古籍称之为鲁山塔拉，获得威安塔拉，意为大洋之间的岛屿，至今仍有人称印尼为鲁山塔拉。印度人、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古代文献中，有时也泛称印度尼西亚群岛为爪哇。欧洲旅行家和探险家则称群岛为大爪哇和小爪哇，当地人称爪哇。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居民为爪哇人，称东边的小群岛为小爪哇。荷兰人入侵群岛后，印尼被称为荷属东印度或东印度。19世纪中叶，西欧学者最先将印尼用为地理名称。20世纪初，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，民族主义者开始考虑政治用语，初期使用东印度。1922年，印尼留荷学省在荷兰成立印尼协会，印尼首次成为政治用语。1928年，青年誓言宣布印尼为民族和国家的名称之后，印尼便被广泛使用。1945年正式定为国名。从1870年开始，在印尼推行土地法和全面占领印尼的新殖民政策。土地法颁布后，以荷兰为首的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印尼，征租土地，经营大种植园，兴办各种近代企业，也有了大量的珍贵影像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